们带来的是邻居的耳朵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接下来再投出大家使用。万荣，家住万荣，万荣跟卓西应该很近，
差不多万荣到花莲。好了，但是如果可以从山的这边呢，直走过去的话，应该就能够把距离缩短哈。对，我很希望能够有一条快速道路。是啊，那就要看看我们县长哈，他的魄力跟执行力哦。我们也很希望呢，我们交通呢是很顺畅的哈，因为除了顺畅之外呢，也能够很安全了。对对对。那每天上班下班的途中呢，就是我们练歌的好时间喽。就坐火车啊，通勤。坐火车不行，包厢。好，那个那么早哈，通勤坐火车哈，肯定哈会被丢鸡蛋哈。那这个不要，那自己如果是开着车啊哈，或是骑着脚踏车的话哈，这个时候边骑车边唱歌哈，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哦。对对。所以能够练歌呢，把歌练好了，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参赛。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了哦，所以呢，记得明年度的歌唱比赛的时候呢，上下班的时间就骑脚踏车。好，好，我推行。是，冠军就是非你莫属了。希望。好的，谢谢，非常谢谢林君，谢谢你，谢谢。